保时捷解码器拆装教程。打开副驾驶面框，用工具敲开主机，拿出主机，拔下主机插头，再拔下主机灰色插头，转接我司插头。我司插头另外一端插主机，我司蓝色插头插主机灰色插头，另外一端插主机。解码器端灰色插头跟白色插头的 LVDS 输入输出线插头要导向，剪掉扣位转180度后插，接好机器插线后，调节好机器拨码。